决定中断休息。完美主义，完美主义。他的第一张专辑，乱讲。这张这个是第一张，里面没有这首歌啦。有。B 面 B 面 B 面，你背起套给我，我也是挑战你三天。外唱，外唱三天，我唱我唱我唱。两千年嘛，老板好像是没有呢，有啦，忙啊呢，老板三千就三。那我这钱是花到哪里去？承认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制作人。歌名，斗牛，什么？斗牛，恭喜答错。哦，斗牛那一次 MV 的导演就是我本人。扣一千五，那我们扣一千五，你们加一千五，一千五啊，你加一千五，哦，算得清楚呢。哎呦，变得好厉害了。啊，巧奇炫跟梁一真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对，我想知道刚刚那首歌答案，正确答案叫做完美主义，完美主义。这个第一张，第一张专辑，他的第一张专辑，乱讲。这张这个是第一张，他的第一张专辑是那个可爱女可爱女人，可爱女人，对啊，就是这一张，就这一张啊，是吗？没有，里面没有这首歌啦。有，这 B 面 B 面 B 面，你背起套给我。B 面呢？来，找我们查一下，现在找来，现在找下。好像我也是挑战你三天，外唱，外唱三天，我唱我唱我唱外唱，因为 J 好像真的好像好像是第一张，还是用叫 J 同名专辑嘛？我有买啊，因为哦哦 OK OK， 真的三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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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老板老板，没有吗？是不是两千年？两千年嘛，老板好像是没有呢，有啦，忙啊呢，老板三千就三，那我这钱是花到哪里去？老板，对，那张那张我有买，回去再研究一下，那个资料可能有错。还要讲维基百科，我印象没有这一首歌。有啦，那里面怎么唱？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，分手的话像雨点暴力，我义无能为力在第七，决定中断休息。好好好好好，承认承认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制作人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